你才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的最爱，是我的亡妻，我怎么可能会杀你？你是不喜欢这里的环境，你是讨厌这里是吗？没关系啊，你如果讨厌这里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去你喜欢的地方。你疯了？只要你喜欢，我们去天涯海角都可以。疯了？不喜欢的话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小林，小林。我没疯，我就算疯了，我也是个爱你的疯子。你到底要管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是在管你啊？我是在保护你啊！你看我为你做的这一切，我尽量做到和我们当年成婚那日一模一样。你是不喜欢那样是吗？没关系啊，我就按坏王府去做，按你最熟悉的去做。我带你去天涯海角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啊。周林，周林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。殿下，陛下口谕，请您即刻打开城门，迎齐大儒陈国公入京。开城门！开城门！迎陈国公，齐大儒。谢陛下。月叔，请受主宰一拜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月叔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这次父亲能够顺利进城，全靠月叔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先起来，来，坐坐坐坐，快点，起来。是，你这一跪，跪得我都不自在了。哎呀，你是没看到，那陈国公的风采呀，那是无人能挡啊。我就纳了闷了，都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你小子怎么比你父亲差那么远啊？你看陈国公进城那是人山人海呀，你小子要一上街啊，绝对的鸡飞狗跳。别说，我觉得你是在嫉妒我。你信不信我出门也是人山人海？我还真不信。哎呀，我想皇城现在估计非气死不行了。筹划了这么久，花了那么多银子，阵仗弄得那么大，结果还败了，败得还是一塌糊涂啊！跳梁小丑而已，你可别小看这些跳梁小丑。要不是北地流民到来啊，我们也进行的还不会这么顺利。也是全凭袁叔了。哎呀，我没做什么，主要啊是你夫人厉害。你夫人都在家呀？好几个，你找谁？
这话说回来，这大戏都快唱完了，哎，你夫人怎么还不出场啊？袁叔，九龄为了当众摆脱陆云奇的纠缠，需要我和他演一场戏。哦，大人，是属下疏忽了。数万流民进京，你居然今日才知道。大人，这些难民他们混入商队之中，经过水路和陆路绕道而过来的。属下实在没想到，竟然还有人有如此的财力和物力，是属下疏忽大意。不过这个法子，只有他想得出来。你终于回来了。大人，果然如你所料，君小姐回来了。是陈国公世子夫人，谁敢动他呀？那又如何呀？我不介意。你不介意，陛下介意啊。如今我父亲正在面圣，你竟然敢动我的夫人，你这是在打陛下的脸。就是，陆大人不要脸，可陛下还要脸吗？你的这层皮是陛下给的，你打了陛下的脸，陛下就要扒了你这层皮，扒了你这层皮，你就没办法抓我们了。主子，阻扰武德司办案者，死。我阻扰了又如何呢？你是想打架呀？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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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好了，夫君，跟这种人咱们没必要打，快点回家吧。早就叫你回家了，你怎么这么慢呀？我错了，没关系，原谅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嗯，听见了没？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原谅你了，回家去吧。世子爷，请。哎，去去去。哎，演得不错嘛，我亲爱的夫人。彼此彼此，我亲爱的夫君。我亲爱的夫人，今天啊，要不是你拦着，我早就揍他了。像我夫君这样美玉一般的人，怎么能去磕碰那些瓦砾呢？我夫人才是冰肌玉骨，怎能跟那帮瓦砾一般见识呢？而且也不能辱没了陈国公世子夫人的美誉啊。就是要当众告诉他我是世子夫人。哦，那我夫人还真是聪明啊，有诸多百姓见证，
陆云奇今后想必就不会妄想世子夫人。夫人公然激怒他，他若出手，就算闹到陛下那里，也不会理亏。哎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成国公府啊。你是我世子夫人，不回府去哪儿呢？走，快点儿。